近日，大型公益类励志舞蹈节目《舞出我人生》即将迎来最后的角逐。当天，撒贝宁、吴莫愁等人也是一一走上红毯。面对最后的总决赛，大家都显得信心十足。吴莫愁作为筑梦嘉宾现身红毯，一改以往性感夸张的装扮，意外走起了小清新路线，令人眼前一亮。作为好声音最大赢家的吴莫愁，不仅新歌一直位列歌曲排行榜，就连商业代言也接到手软。看似星光无限的他，却坦言自己还未走出那段好声音的生活。对，其实我一直都没走出那样的生活。自从在电视上大家认识了我之后，可能更多的要去自己努努力加油了。对。